Ah, amanhã foi só. Yeah! 你们想听谁的？票子不要紧。好，那我们都说把揪了。把揪。好，把揪换你。你选两根呢，没关系、啊。这是我的了，因为是。谢谢部长。代表宝宝。哇、哦！他本来是小哥。哇、哦！不好意思。耶！练那么久，结果没有跟大家一起去。可是我觉得看了那些影片，我就哇塞，我差点去了。然后都要去台北。我看到你们跳舞，真的蛮想跳的，想要跟大家在一起，因为比较有气氛了。跟那些打篮球的说不理我，他就叫抬水。这衣服最小啊，没办法，所以想要跟大家在一起比较快乐啦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希望下一次我一定要去，赶快找活动，赶快，我一定要去，告诉你我一定要去。好，再见。好，铁把去鼓励一下哦。因为。把就是他很那什么卡，这不是我拿的，那你的，对，这才是我的，你也是拿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前面，前面有黄门。就不好意思，这是没忘去啊。然后，那你觉得希望？觉得这是做得很好。咦，不巧了你，听我讲过，陪我们画日。还有，小心。嗯，就这样子。哦，这么多加什么？希望，又不好意思了。你也希望你在青年会里头得到什么？得到。那。知识，什么的知识？就是一些文化的知识嘛。文化的知识哦，有讲到重点哦。重点。对，而且还有那个最重要是聚会的时候都不要迟到。不要迟到。第二次不要迟到，对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完毕。不要迟到。来啦，先自我介绍了。对啊，因为比较少跟大家在一起。我叫做张少豪。外号。阿碧啊。我的那个选择卡焕然一新。焕然一新哇！好酷啊！觉得很酷啊。很酷。就你进货。也很好。啊，你对青年会的。展望哦，看这边嘛，这边。你们讲的太严肃，讲说嗯，希望。好，阿妹啊，对吧？好，好，走吧。人家不才，都没时间。他选焕然一新，有没有？像，就是，可能是生活上一些，他是在讲说青年会很酷。是右这样右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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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干嘛走出去这样，对吧？就可以大家其实很多可以一起出来啊，一起干嘛一起干嘛，对吧、啊、对，就打像打球，打球真的是很好点。阿 B 也喜欢打球，上次比赛他也有参加。来，对啊，你可以找他们打球啊。好，还有小可爱，大可爱玩就小可爱好了。对，阿杰还有一个最可爱。又讲话，我是很感动的。感动。敲完，我就练习很久嘛，然后
天结束就觉得蛮感动的，然后想要再参加这种活动。啊，你对青年会有希望啊？比如说跟大家相处一些什么？或者你自己对你自己的希望？对，希望。以后跳舞的时候可以跳更好。跳，你跳得很好喽！真的。我看你跳，我要瘦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有，没有人跌倒，没有人跌倒，有人跌倒吗？有人跌倒吗？我都有，我都破音了，还消音，看。消音。哦。没有人注意到你有没有跳错，真的，我不知道。有有，那种感觉都跑出。对，有参与就好。没有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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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